你有习惯哪边脸吗？你有习惯哪边脸吗？你有习惯哪边脸吗？都可以。欢迎贺岁片《角头龙溜溜》的主演谢欣颖 and 郑仁硕。其实他跟我们在一起胖蛮多的。对。从定妆到拍摄完，应该有3-4公斤有吧。他就会问说，就是有包子要不要吃，换热。然后他就拿就是热好的包子就给我跟经纪人这样子，就是把每一个人都照顾得很好。有啦，你们自己吃吃。海报就很明显。对，我就变很胖了。听说这对荧幕情侣档还有场难忘的热吻戏哦，我们也想知道当天到底是有多卡关。吻戏已经不是重点了呢。嗯。不是，但是这是他们写东西的重点。对对对。对我们来讲，做那些事情是一点困难度都没有，只是我必须要在落魄失意，然后又要诉苦。然后最后爆发，最后再被他软化，软化之后，然后才觉得我们互相拥有彼此。那天拍很久，我们一大早拍到晚上，因为那一场真的是印象我忘不了，真的很痛苦。而且我觉得他也蛮辛苦的，因为他在杨阿庆的时候就要吃槟榔。我记得刚开拍没几天吧，就是大家说要转景，然后我就看他拿个牙刷跟那个牙膏在那边要去找那个刷牙的地方。我们对他比较不好意思，因为吃完槟榔又喝完酒，又抽完烟，然后就开始气。没有啊，那天你们那天好像没有吃。娱乐动新闻，下次可以试试看重口味的哦。报道。